我们哦摘，我摘过柚子，我现在今天呢、哦、第一次摘这个杨桃，实在非常好。哎，老师，你要做资源回收吗？哎，这不是资源回收，这是杨桃回收啊！真的怎么做？我把高级的杨桃采下来，尤其是在高峰中，别人普通人摘不到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利用比较好的器具就把它摘下来。真的吗？哎，这个是我们自己开发的哦。肖站长，可以请老师示范看看。可以可以。来、哦、来，我当场示范给你看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。摘到两三层楼以上。真的。我可以摘最远的那一颗很漂亮。哦，好。我们摘那颗、哦。对。那颗小的。哇，都黄了。真的是谁发明的？这太厉害了！这是我们摘那个芒果的时候对发出来的。哇、哦，真的厉害，真的厉害，真的厉害！哇，真的，在这里要 Q 一下。校长，有鸟吃过，这应该特别的甜。哇，这个哎、欸，这个有鸟吃过。有鸟吃过，老师你怎么知道有鸟吃过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要介绍一下。我们可以从上面看到。哦，通常水果，对，你介绍一下。鸟类往往比我们厉害，它可以知道什么地方有甜，什么地方不甜。哪里有吃过？它有吃过。这个这一颗它有鸟吃过，表示说这颗一定比其他的更甜。哦，真的、哦。鸟会帮我们挑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哎，是、哦，真的，好棒。哦。哎，可以试试看，可以试试看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再来一颗，再来一颗。再来一颗，再来一颗。哇。你要哪一颗？哦，有一个哪一颗是熟的，比较黄一点，比较黄一点。那个那颗会太远了，那颗是不会。我要找适合的角度。这颗，我要找角度。我来 Q 一下哦。哦。哇，好棒的这个，好黄的，哦，这颗好大的。哦，那塞不进去哦。塞不进去吗？哦，这个很大。那好。哎，可能。那你要把它拿？对，下面网子让你接。然后接。好，好，好，下来，捡起，哇，还好，还好，我手碰到，没有摔坏，还有一颗，这里还有一颗，找背面的哈，好，哇，这个都很大，这很大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好漂亮哈，哎，我把它塞到洞里面去，好，都塞进去。这个血块，哎，对，哎呀，这个可以进洞，成功，这个可以进洞 ，OK， 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好，太棒了，哦，这个智慧校园，还有这么聪明的老师，还有这么认真的校长，真的很棒，哦，校长，哦，这颗很漂亮，太棒了，哦，这个学校办小天也非常成功，连这个水果也种得这么好，哦，好，我们说校长要进来吧，来，哎，老师，这个我们在。自然课的时候，这个课程可以应用到学生的那个教学上吗？这个可以用在教学上。我举个例子好了，啊，对，像我们最近有教到食物食安问题嘛，因为外面吃的不东西不晓得加了什么，那对，我奇怪东西我们不知道。哦，如果我们自己会料理自己小田园的东西，那我就可以拿这个来当教材，教他们做腌制、做反哺。这个用在我们教材上，非常的实用，而且。小朋友也很有兴趣，因为毕竟你教的东西直接可以应用在生活上，马上就可以看到，而且还可以吃到。哇，太好，学起来都非常有兴趣。小朋友很喜欢这个课程，很非常喜欢这个课程，太吸引人了。这么好的学校，这么好的老师，这么好的校长，我们说西门国小，他喊赞好不好？好，西门国小赞。讚讚